ああ、海は俺の第二の故郷だからな。俺の親父は世界を旅する芸術家で、小さい頃は親父と一緒に世界中7つの海を渡ったこともあるんだ。その時に泳ぎの技術も学んで、泳ぎの本場ロサンゼルスで大会に優勝したこともあるぞ。可以独挡吗？そのせいもあって久しぶりの海にテンション上がっちゃったな。好、没关系啊，先这样好了。それに今日は可愛い生徒と二人っきりだしな。好奇怪啊。那个。さあ、そろそろ。哎呀。他应该是想告白吧。今日は楽しかったよ。気をつけて帰るよな。啊。好想独挡哦。暑假这样就结束了。你这个狡猾小色鬼，详细现在存档吗？才不要，就是哟，重开。Team 欲求不满。好。じゃあ、またな。夏休み、エンジョイ。ビエ老师。要は海か。先生、ふふ、隠さなくていいんだよ。勝負物件。带。也就直接带这个去吧。老师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啊，老师已经到了。哟。啊，对。お前、ああ、とても綺麗。お、下次この駅だな。哇、好棒！蔚蓝天空、蔚蓝的海洋。啊！还有老师在穿泳装的样子。嗯？怎么了？どうしたの？そんなに。这个。それにしてもお前、その水着、すごいアーティスティックだな。最高に活かしてるぜ。え、是这样吗？嘿嘿嘿。太好了，成功留下一个好印象。そーら、水しぶきだぞ。わぁ、很冷、不要这样。ああ、没问题。その時に、そのせい、それに、あ、さあ、そ、今日は楽しかったよ。気をつけて帰るよな。好。暑假结束、我要去学校喽。算是吧。哎，为什么现在没有语音？算是你这个狡猾的小色鬼，详细的话致电来校董事告诉我。现在你要存档吗？好。吓我一跳。要继续游戏吗？要。放学去参加部门活动吗？哟，啊。哎，老师好。今新作の仕上げ中なんだ。ちょっと見ていくか。好。后面是什么？后面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是。跟巨乳的对比真是强烈的。そんなんじゃない。欸、もう帰れ。欸完蛋了，生气了 ！Oh no！ 他生气了。放学喽！怎么办？老师生气了。啊，门打不开，今天不在吗？没办法回家吧？不能存档啊！啊，那个是美健学长。要不要鸟他？搭话一下好了。独挡吗？好吧，你们这样叫独挡啊？原来你们都是这样玩的，你们这些狡猾的家伙。じゃあまた。よ、今新作の仕上げ中なんだ。这个是这个绿藻球超漂亮啊！哦，真有眼光。いいところに目をつけたな。マリモっていいよな。あの悩ましいフォルム。言葉の官能的なニュアンス、ゾクゾクするぜ。不对吧？后面有巨乳哎。
是呢，太好了，话题对上了。今天累惨了，晚安。放学喽。去校长室。哎，门打不开啊！今天不在吗？没办法，回家吧。啊，那个是美宪学长，要不要鸟他？你们觉得要不要鸟他？跟他讲话应该也没关系吧？跟他讲话好了。学长，一起回去吧。哦，いいぜ。そうだ、今日はこれからカフェに寄ろうと思ってたんだが、一緒に行かないか？好啊。啊，真的是答应了，糟糕了，糟糕了。これの行きつけのカフェアルマドールだ。いい雰囲気だ。アルマドールだ。嗯，非常赞的。学长在放学后下午茶时间一个人待在栋华一点，学长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。刚刚的衣服不一样。那么聊点什么好呢？聊萌到学长，聊食物。聊萌到学长的东西好了。学长最近在萌什么东西呢？マイブームか。そうだな。お前かな。太直接了，太直接了，太直接，直球啊，直球啊！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回他了。なんつって冗談だよ。俺のマイブームはネットで猫画像を集めることだな。猫画像フォルダを眺めながら毎晩よだれを垂らしてるぜ。有点变态，有点变态。阿猫，我也很喜欢，我有本漫画写的，你下次带来给学长吧。本当か？サンキュー。ベリベリハッピーだ。ベリベリハッピー出現了。ベリベリハッピー出現了。太好了，学长很高兴。啊，对了，向优介的 CD 要还回去。嗨。哦。ここでセーブするか。为什么？吓死人了！吓死人了！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我以为校长在我家，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これからはユウのところでもセーブ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から、セーブしたくなったらユウのところに来て。好好好险！よろしく。好险好险！好险！それはそうと、何のよ？啊，真当下了，呜，呼，吓死人了。まだゲームを続ける？あ。お兄ちゃんは頑張り屋さんだね。無理しないでね。あ。じゃあまたね。晚安。今天休息，没有任何预定。天气很好，怎么办呢？去美术馆吧，去美术馆你可以遇到老师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好像这个月送歌《Aromani》的个展呢，那么难得去看看吗？哦。遇到了遇到了。啊，老师。お前も来てたのか。奇遇だな。いいよな、アロマ。アロマ。这个曲线很好。お、よくわかってるな。アロマは曲線だよな。酷。竟然能在美术馆偶遇，多么有缘。去这房间睡觉，不用记录了，睡觉。晚安。先开始就十月了，加油！哟，哟，哦哈哟！转校已经半年了，有没有看上的目标啊？已经掌握到他们的兴趣和性格了吗？不加紧进攻的话，难得机会就跑掉喽。虽然说爱情分操作逻辑，不过也千万不能放过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！这就是 Love Wars 啊！祝你好运，再见喽！校长啊，虽然你这么说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啊。其实机会在眼前，毫无经验的我也没法顺利的。よっしゃ！干嘛？为什么？大猪来了吗？よ、今色も形も申し分ないパーフェクトなうんこが出たぜ。今年最高、いや今世紀最高だ。关我屁事啊！学长，为什么来这层拉屎啊？三年级那层又有厕所啊？あ、いいうんこが出たら真っ先にお前に知らせたいと思ってな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じゃあ後でシャメで送るから楽しみにしてるよな。またな。学长好怪啊，学长好怪啊，为什么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他拉了一泡好屎？脑里浮现了特别的存在这个词，为什么我心里小鹿乱撞呢？太恶了。放学后，去校长室回家。好，记个录。哟，记录哦。
まだゲームを OK。 おいぐるむぐるぐる。じゃ、またな。放学后去社团吧。今日は部員のみんなと出かけようと思う。好。外にあるアーティスティックな物事を見学することで、提高大家的感性。みんなの芸術的感性を高めようというイケイケな企画だ。みんなどこへ行きたい？面包工、ゲームセンターあ、当然。ゲームセンター。ああ、完了。チャラチャラしたところやだ。完了。虽然看起来是跟艺术一点关系都没的音乐场所，却又想不到好东西，要一起去吧。Yes, yes。クニオのおでんってすっごい面白いな。世の中にこんなアーティスティックなゲームがあるの知らなかったよ。ゲームデザイナーの道もいいな。Good, 嘿嘿，老师似乎很高兴的，太好了。而且能用部费玩游戏，真是一石二鸟，爽。太好了。接着干什么好呢？去优的房间记录。啊，お兄ちゃん、何か用？真当。まだゲームを続ける？为什么声音变了？連帯メルクはピッキングアメオス。没有啦。頑張り屋さんだね。無理しないでね。OK。じゃあまたね。またね。晚安。放学喽，太快喽。啊，糟糕，又是白痴会长。不叫。眼镜你好，眼镜再见。接下来做什么呢？睡觉。晚安，我出门喽。今天是运动会，于是今天要举办蔷薇门高校第五十届运动会，大家一起 go go go！ 要我参加哪个项目好呢？看看障碍跑、街舞赛跑、两人三角，障碍跑好了，好不好？还是街舞赛跑。街舞好了，街舞赛跑，参加街舞赛跑只能这里集合。跟着各位预备，啪！我要记的东西是老师的甜蜜耳语。好吧，老师，我じゃないか。教師の甘いささやきが欲しい？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凑巧遇到老师，好。俺たち二人のベッドの上の運動会は腕の結構だぜ、こうだぜ、こうだぜ。おー、我是第一名、イエーイ、イエーイ。太好了、这次拿下第一名、イエーイ。现在公布名次、第一名是二年 B 组。太好了、皆大欢喜呢。今天过得真开心啊。睡觉喽，晚安。今天开始就十一月了，加油！放学，整个游戏变成你那边把妹了。秋のコンクールが近づいてきたな。OK。みんな作品作りに取り掛かるといいぞ。お前らのセクシーな作品。我期待各位的性感作品。对我来说，第一次，现在怎么办？以什么为灵感好呢？怎么办？要选屎还是老师啊？唉，怎么办？我要用什么当主题啊？感觉用老师，可是老师又喜欢屎，怎么办？屎好了啦，因为老师喜欢屎，所以我画屎，老师一定会开心的。搞不好我画老师，老师不开心，对不对？用屎吧。好，就画平常经常画的屎吧，加油！哎，没了，晚安。出门喽！今天是高中美术竞赛的成绩发表，我的作品会怎么样呢？哟，もう受賞者が発表されてるから見てくるといいぞ。好，我的作品在啊，画的真好哎！有了鼓励奖，頑張ったでさん。哎，怎么办？優秀賞ではないが。お前の作品が認められた証だぞ。我很高兴。能拿到这奖，觉得很开心，总觉得燃起来了，以后也要努力哦。感觉老师也还不错啊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这样叫独挡？啊，
し。好像在很前面。じゃまたね。不要。眼睛你好，眼睛再见。睡觉。晚安。我出门喽，运动会。一样选街舞赛跑吧，要不然老师就不对了。街舞赛跑，老师甜蜜耳语。俺たち二人のベッドの上の運動会は雨天決行だぜ。こうだぜ。不行，我要完全好。今天过得真开心啊！好，记录一下，好，记录一下。啊，お兄ちゃん、何？啊。まだ。お兄ちゃん、じゃまたね。再来。好，十一月了，这场活动。そろそろ最近赛，みんな作品作りに取り。啊！みんな作品作り选用老师，以美丽的老师为模特来画的话，应该画出美丽的画吧？加油！晚安，我出门了。哦，要发表了，发表了。哟，もう受賞者が発表されてるから見てくるといいぞ。我的作品在，送一张，是同一张啊。同一张啊！やったな。優秀賞ではないが、お前の作品が認められた証だぞ。更没差。烂呢、欸，根本没差。哎，今天休息日，虽然没啥预定，天气不错，做点什么吗？怎么办？上街买东西锻炼肌肉还是上网？上网好了啦，我比较懒，好吧，我们上网就好了。好，休息日就该上网嘛，先从喜欢的猫咪博客看起。好像还蛮乱的嘛，这世上竟然有如此疯狂的在评论理解，我只认同波斯猫，其余都去死吧。网名是糟糕，怎么办？上网就遇到那个了。遇到那个蓝头发怎么办？啊，上街了，宅，怎么办？忙的，不行，我要独挡。还是没关系，先看一下这。好了好了，独挡了独挡了，独挡独挡。对哦，上街比较有机会遇到老师哦，老师怎么可能上网嘛？またね。そろそろ算了，这边选手都是一样的。よ、もう受賞しやったな。優秀賞ではないが、お前の作品が見。那我们上街买东西吧。上街乱逛，去看一下最近的流行的时尚。这是最近流行的夏子娜的 CD 啊，加油啊，夏子娜！没了吗？不行，再一次，这个太无聊了。我们去弄肌肉好了。靠！よ、もう受賞やったな。優秀賞ではないが、お前の作品。锻炼肌肉，锻炼一整天肌肉吧。这个美丽无比的肉体还需要用来乌嘿嘿啊，没了。其实就是没什么重点了，就是没什么重点了。啊，お兄ちゃん、何？我要存档啊。怎么了？优生你好像不太好吧？
大丈夫、ちょっと寝れば治るから。他生病了，管他去死！屁啦屁啦屁啦！太快了吧！没了？ここでセーブするか。不要嘞！没了吗？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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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！不行！不行！じゃ、またね。嘎，又是这里！对呀。そろ、みんな、作品作りに。哟，嗯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的名字变了啦！見てくるといいぞ。やったな。我名字变一二三了啦。ないが、お前の作品が認められた証だぞ。啊靠！糟糕。なんだ。好吧，算了。すまん、もうやめる。休日で寂しかったんだ。啊，糟糕了！我不小心约到他了，只好再让妹妹死一次了。啊，大丈夫。无所谓了，然后又死了。不行，不行，我要重新打名字。ここでセーブ。刚好可以换名字哎。超酗酒，炭治郎一样好了。好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哎哎，不行不行，等一下，不行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弄一下。等一下，调一下，调一下位置。等一下，有对到，有对到，好，好，好了，不管了。じゃ、またね。好，好险。呼，哦，又好几次，好烦哦。そろそろ秋のコンクールが近づいてきたな。あ、みんな作品作りに取り掛かるといい。え？あ、不行、这是要记得、这是要、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よ、それはこのコンクールで最もクソだった作品の送り。为什么？死ねばいい。为什么？まあ、絵を描き始めたばかりだからこんなこともあるよ。これから頑張ればいいさ。好恐怖哦！为什么？哎。去右的房间。啊，お兄ちゃん。啊，大丈夫，照顾他。脸那么红，明显感冒啊！等等，我马上就拿冰贴过来。嘿嘿，お兄ちゃん優しい。
好了，乖乖躺下，老师，你出今天涂上 Vaporub 止咳薄荷膏，等会再给你熬点粥。为什么这么多葱啊？为什么啊？到底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お兄ちゃん、ありがとう。一直活蹦乱跳，先骗我，怎么可能不管呢？不要逞强，想怎样撒娇都行。いつもは頼りないお兄ちゃんなのに、今日はすごい男らしく見える。変なの。你还有精神吐槽我？身体明明好得很嘛。照れちゃって。ゆう、お兄ちゃんがお兄ちゃんでよかったな。睡着了，睡着了，睡着这家伙，睡着是挺可爱。虽然这家伙挺自大，不过有柔弱的一面，我要好好保护他。去小城市喽。哟。存档喽，差不多要忙起来了。まだゲームを。おいでもじゃまた。晚安，我出门喽。今天是文化祭，好丰富啊！哇、哦、大家都在忙呢，去哪里好啊？去二年 B 班的店铺会看到老师吗？名字变空白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知道了。哦，靠 U 啦！烦呢、欸！行，不行，我一定要先打名字，我要打好名字。难调哎、欸，啊这样，应该 OK 了吧？这，慢着。晚安，我出门了。今天是文化祭，大家忙去哪里好呢？去二年 B 班好了，去二年 B 班。好像我们班是由拓野带头的，哎、欸，是拓野吗？下下塞，声音如何？啊，我是那大天使，大声调。OK。そうだ、お前も一つ食べていかないか。今日のために考えた特製カロリーメイトフルーツ味豚玉だ。好，你吃吧，我不要吃，这样子他会对我有好感，所以我叫你吃吧。不想不想，阿西，不要吵啦，不要吵啦。欸，有那么好吃，未来试试看嘛。我跟大嫂的巨难吃，去死。欸，そうか。確かにこのメニューだけ全然売れてないけど。烦死了！卖不出去，不要给我吃啊！因为难吃死的关系啊，对我好办法，把猪肉煎饼和斯利加分开卖怎么办？そうか。お前頭いいな。そのアイディアいただき。好。就这样，所以今天 B 站专卖店生意好像非常兴隆，干得好，拓野。Thank you。不要回音啦。今天真开心。去优的房间。お兄ちゃん、何？好。まだゲームを続ける？いや。お兄ちゃんはがん。じゃあまたね。好。十二月喽，放学去社团喽。突然だが、今日はデッサンの練習をしてもらう。素描。何を描くにもデッサンは基本だからな。お、老师要做 model。老师要做 model。俺がモデルをやってやるぞ。好，老师的姿势好奇怪啊！老师好美丽啊！さあ、このセクシーオーラをキャンバスに再現してみろ。おお、いいぞ。なかなかよく描けてるじゃないか。ああ。